这火锅老合适了啊。十几块六三个，不到6块钱一份，还方便，味儿还好。而且自己解冻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丸子呀什么的，肉啊虾呀什么的，放在里面，它也能给你煮熟了。吓死我了！马上，哎呀，你去吧啊，吃你自己呗。好吧，好吧，你站这儿。你吃啥呢？吃吗？你咋来了呢？啊，你吃不了。你说明天早走一天，明天早吃。没事，你去吧，一会儿谁没想到去，那马上去了啊。